无线力捧花旦29岁的陈晓华，去年到现在有6套剧集，可以看得出无线对他的重视。晓华仲疑似事业爱情两得意，近日有周刊报道指晓华早已经暗探电视剧迷惘的对手朱敏汉。报道说他们拍拖超过一年，还已经一起捉爱巢同居，他们还被指已经进展到互相见了家长谈婚论嫁的阶段，而双方父母都即刻肯应承婚事，有指他们打铁趁热，已经计划年底在东南亚结婚。